调整一下镜头。对吗？有点太亮了，你看那个过曝了。你小心点，你会摔倒的。没有，我不会。小心点，小心。对呀。没有，那你该怎么变成一个这个头？就是捡了一个装备。哎，这地方我上房子你来过？我刚打死一个 boss。这么多人死掉了。这就是错棋半岛，没来过呢。那我给你配个房子，你会更好一些。你帮我加点热水行吗？对，已经结了。有看到什么新的攻略吗？有什么打的吗？喝点水。要喝。好烫。烫。喂。喂。走。我他妈在这喝水，你敢打我？哎呦，有盾了不起喽！有盾了不起了。对，还有个这种车，有个宝箱可以拿，先把他们干掉。这里有个宝箱，你看。再上去没有更好了吗？不能站到车顶上吗？好像不行。又一个箱子，好像。我也曾经以为他们守的应该是很牛逼的东西。这个脸多大？没事，可以的，挺好。
收拾。这里我还有东西，看一下。哇，中间这是个什么？哇，好多人！你看，这么多坨东西在这里守着这玩意儿。打完了，打完了，这玩意儿还会放毒，我靠！啊！你不陪我吗？我法师拿刀砍，对，我靠！开这个箱子给我传，把我传送了。啊，就宝箱陷阱呗。我靠，我没蓝啊！我操，是哪儿啊？我没蓝呀，没个会有点儿。有人说打一波小怪可以给我加点东西，但是我日！先跑一下，我们找到一个制服点，有 boss， 这里竟然能召唤人，这里附近有 boss 之类的，好像。啊，那里，吃不点。太丑了，你个人。这是
打的人形怪物掉的东西。绿脸。嗯、啊？绿脸。对。我刚是从这上面下来的，对吧？是哪儿啊？我操！传到这来我法师也差不多能砍死这些人。哎，我操！打不过 BOSS， 让他拉我呀！啊，你跟他说他拉我。
哎我操你妈，啥玩意儿啊你妈的，你他妈埋伏我。你们这么长时间排练，不怕又生疏了吗？说要加个好友。啊，对啊，加好友啊。没有朋友。Friend request 不是，要 ID 是吗？哦，好像是要搜一个。名字叫啥？CHX 其实你这里应该有的哦。Friend you may know 没有听过吗？你叫啥？老阴逼，哎，这是我刚来的地方。这怎么往上爬？有个梯子。我看出来了。材料。我快没蓝了。哎呦！妈了个逼！叫你他妈跑！啊，这还有一个，完了，没蓝了。还不止一个，这有俩。
办？把星哥拉到 party 里面来。他也卖的你图给。喂，喂，喂，你要在那个有个那个墓，就是有个雕像一样的那个人那个地方 ，boss 门口一般都有个雕像的人，你选这个雕像的人，对。啊，你能选择加我吗 ？Not functional。然后你再拉我，你点，能选人吗？你选那个，你把你按那个 PS 键，选择 Invite to Game 看看试试。我记得是这个 Game Day， 对，然后选这个，哦 Invite New PS5 Game， 等会儿啊，我刚才看你有一个，你把新哥的那个 profile 拉出来，我刚刚那个地方好像是不是可以，得星哥把你拉了，我知道啊，我先看我能不能拉他，不就是一样的吗？让你怎么？我的 player 是灰的。不对啊，应该可以直接拉我过去。哦，你那个是灰色的呀？哎，我操！等会儿，帮你勾一下。就行，你找一下怎么回事吧。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操他妈！我这地方不能传送，你等我传送个地方应该就能够。你看到那个雕像那个人了对吧？刘子晴，你找一下吧。你可能 play in offline mode。哦，星哥没有 PS Plus。哦，你有了。刚买的你可能得 reload 一下。你有了，那。你要是刚买，可能需要 reload 一下。Go to the main loading screen, hit the settings and change the status to online play. Oh, okay, 我知道了。Go to the main. 你存档了吗？你要存呢？选什么 ？Settings. 哪有 settings 啊 ？System 吧。Play online. Accept， 你得 accept 这些东西。对 ，launch settings， play online。什么叫 finger？ 不用吧。不过魂系游戏之前的那个尿性是需要道具才能招人的，你记不记得？五哥，你看看你行不行？你看看你行不行？说不定可以。你用啊！玩胖骑士小平吧。玩胖骑士小平。
什么？下面一个 random 的人，记得我们也出现过。那你看他能不能帮你打？你跟他用眼神交流一下，跟他说：“兄弟，帮我打。”我看我能不能杀我？哎，我也有这个，你看我有这个。Summoning pool is now functional. OK。然后是你刚刚是点了那个，然后呢？怎么找人？地上有标记。直接把你锤死了，还是没搞懂啊，刘子琪。For calling single remedy, you can see the common guides laid down by play of your error. If you want to invite just your friends to play with you, then you need to set up a password in the multiplayer section of the menu. 你去 system 里面。哦，这个。啊。哦。你 multiplayer 不 system 不 password 那右边 If you can you'll only be met with other players using the same password the multiplayer feature group password 是什么呢 you will be more likely to see messages summon signs 吧哦可以可以，要下下一个 password 就行。Cash 是那个 multiplayer， 你去就是你那个对。好 ，multiplayer 里面你选择那个。你选的那个，你把 multiplayer password 选，对， multiplayer password 写 cash 就行了。可以可以。哎，东西呢？没了。没有，等下他召唤你吧。他不是只有一个拼哥吗？他说。KSH。怎么这么多？其他的是不是都无限次数用？看你能不能招。军哥能不能做呀？能不能我把新哥招过来，然后我做给他？
就是你查那个 finger 的那个东西怎么弄？Craftable 啊，craftable，OK，craft，对。那我把新歌能不能招过来呢？听歌出密码了吗？新歌，你有你会 crafting 吗？crafting 里面有。我看我能不能招，我把你招过来看行不行？玩家留的，对，就是弹幕啊。好多，不是，把新的交换过来。哪有金色的呀？你得先用一个呀，刚才用完了就有了。你先让它放下呢。已经放下了吗？然后你用一个，金色的东西不见了。没有的。刚才有的，对呀、啊，刚才有的，现在。新歌是不是没放密码呀？新歌放密码了吗？那新歌没开 Multiplay 啊？我们这边召唤不来你，是不是？嗯。不用吧？不用。就你把那个密码搞对就行。你去一下你的 system， 我要看一下你的 network。什么 ？system network network send some sign， 你把那个 enable。嗯，你知道的人帮你打完了吗？我打开了呀，然后呢？不是，就是新哥也得把那个打开。嗯。然后你就能看到，不是什么问题。是召唤和被召唤都需要用一个吗？不是，召唤的人需要用一个。
被自己传送到这里来了。你要跟他泡？为啥呀？再跟他泡。我刚才错棋绊倒的，你把我强行拉这里来。错棋绊倒都还没打呢。哦，又有一个，你看，星哥没开，星哥是要干的，当中干。那星哥刚刚都已经招到人了呀？他是招别人，不代表他能被召唤，明白吗？没把这个逼打死。这里肯定有人，这个场景好像人选啊。对，我也觉得我也是喜欢把这个我操，这真的在里面跟小怪一样。对啊，我可以用这个当你的单手武器。所以星哥，你搞明白那个装备怎么搞没？装备可以升级吗？应该是可以升级对吧？啊，这么高，我怎么下去啊？你从这跳过去，那边不有风吗？去右边，那个台子，但这有人，看看。我知道有人。跟他聊天。现在看那些小花花，你觉得？那是小喽啰，都打不过我。哎，那是一个大猫。哦，线。做这么高的地形干嘛？是不是？我完美。哎，为什么在这里？能活多少回来的？一万多好像。还是得减一下的，一万多。草魂呢？他不会给我放到上面那个地方了吧？你看你啊，你这不是很好。感觉在上面。太傻逼了。不科学。我也看到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小喽啰基地。对 NPC 好像可以打死，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你听歌没开，你三个不要用。我操，什么鬼？哎，NPC 吗？他妈的！哦，你可以往后跑。你可以一直往后跑，不理他。有个问题，闪出的交过来之后，就是这个游戏允许交的地方。我记得是。你是哪一个 boss？ 你刚才打的关卡吗？是那个。那边有颜色的吗？第一个 boss 是那个啥吗？是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吗？这个 Bridge of Sacrifice， 我感觉可能有秘密。秘密就要交给我来搞。对呀、啊。喂。让他留的言。Storm Real Gate。哦哦哦。就是那个吧。是。就是从天而降的那个火，旁边还有几个弓箭手。大树守卫旁边的那个。Gate Front。哦 ，Storm Gate， 是吧？一路跑，有马了之后一路往前跑，一路往前冲。啊，不能骑马？可以骑马。听说你在找秘密，找秘密的秘密。嗯。一下开始解谜了。你别死了！你死了，我这一万多的魂。那你往前走，往前走。等我先把那个师傅点开了。不让骑马。哎，这边有东西。这里有东西。要是在泰达，一定有人。嗯，有东西。我觉得那个桥底下可以去，对，就是这个桥底下是不是有洞？没有，你看看那边。而且我觉得那个桥可以上去。对，我也觉得要么可以上去，要么可以下去。上去应该是可以的，你看上面。嗯，绕它走一圈。那我可以开这个大炮啊！怕抓就是这个人怎么死的没用。可以开吗？开不了。我想在栈道上跳一下。炮不跳不上去。嗯，这就是刚刚他打我那个炮吗？臭鸡巴脑，这里面。里面还有秘密。说起半岛里面有什么东西？后面。哦。是拉车啊！哦，又是在拉车的，是不是？啊，对，拉车。
这个比好大。捞个水母。需要一个群。需要一个群工。妈的！我下来跟他砍吧，你。怎么样？我这个法师是不是？哦，没事，先把他们守的这个。宝箱哪了呀？这不是那个倒下的车吗？你看到没？错西半岛。我感觉摔下去又要摔死了，感觉。这是在武器上的一个技能，这是我现在的理解，虽然我也一个都没用过。这边应该有好多赐福点，我都没有开的，你先找一找赐福点。你看，你看这种地方我就都没开。嗯，喊回去啦，看我打吗？你不喜欢看我打？要不你想办法给我搞个水帽，让我在里头看一下吧。搞什么？水帽。什么水帽？水帽可以啊。在楼下搞呗。没有办法在楼下搞。我想让你陪我吗？
怎么了？是啥呀？
来点音乐啊。老寒腿呀、啊。我好像终于要可以不用存钱一次。我听说这玩意好像是打他的腿。
哎，搞定Thank you.
推板路的动作是圆的吗？小小的样子啊，怕我越害怕，就是要放得下。
Oh!
小着月亮
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你总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Thank you.
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面积太小，对吧？不然他们打不过我。来啦！节奏啊，节奏很重要。什么是节奏呢？节奏就是要看他们两个人攻击的剑谱，然后不要贪啊。只能打一下就走，不要贪。
难受。我们家门口吗？是那边有那边那左边这一户种了好多花。是大麻吗？左边我们左边那一家是种了不少花。操你妈！我他妈一个七十级打一个三十级打不过，还掉帮手，太丢人了！我操！哎呀，我操！操！他妈的，这要不是空间小，你他妈早被我溜死了！你们这帮。啊 ，NPC 啊，什么？我只知道给，哎呀，我操！哎呀，太 bug 了。不是，我敢。位置太小了，要雇人写作的一个人打呀。没有，换一个招水母。我去你妈！喂，干！
妈三个狼一下被你干的只剩两一个了，我操妈的！太难。没有你，哎，换个血，多一点血就能过了。
其实只要他打一个，我打另一个就不难，而且他背后伤害高。怎么样能够保证他一直打背后？他在背后的时候我打他，这个很重要。他们两个能够 synchronize， 攻击间隔频率是一样的，那你相当于打一个人就容易很多。这样先不招狼，看这个狼就是被他打得太快了。哎呀，要么咱们换个地方打，要打得过啊。感觉这一片区域好像都有点难。包括这个狗，那我要打两次。
为什么下去？
为何你才来拨动我心？拿衣服了，拿衣服。这一块有点过猛了。按照逻辑，我应该是打这一片地了。
Thank you.
有点卡住了，同学们，查一下攻略。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孙导，欢迎继续回到爱豆网。来自第七视频，原来你的爱豆超帅，大文章，叫做一群张扬，隔岸不行，不断伤害，向前推开一道，然后再翻回来，又不得缓缓。好的，我们现在来到机场，这一期我们会启动汤饭的战队，非常刺激，我们把他打掉，然后他会在这里直接给他一刀，然后他要回头再上一刀，来，非常缓慢，慢慢的。我想总是不再离开。
啥提示啊？
妈的，你哥一个法师拿他妈的肉搏干死你，操！这个刺负点他妈有毒吧？我他妈怎么上去呢？哇！答案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去。Holy fuck！
一路上有你。耶、
没人能把谁的心Thank you.
没人能把谁的幸福，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Thank you.
太恶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直接把 boss 叫出来把他干了。
哎呦我操，把他锤死了。不是，你们这帮人打死了也不给我加个蓝屏的。掉线了！哎，我操！老头环服务器挂了。好吧。